士林乡公司立幼儿园联合亲子趣味亲子活动，7号在富士村多功能集会所举行，共有300多名的幼童在家长以及老师的陪同下参加这场运动会，有趣又好玩的趣味竞赛以及带动跳，让现场气氛十分热闹。2022年秀林乡公司立幼儿园亲子联合趣味活动，7号是在富士多功能集会所。一大早，爸爸妈妈们就带着宝贝，穿着运动服来现场。共有12所，372名幼童以及家长和老师，精神抖擞的参加这场运动会。秀林乡王明贵也用母语来致辞，向家长以及幼儿们小朋友们致意，并且向大家加油打气。一连串有趣好玩的趣味竞赛以及带动跳，现场气氛温馨热闹。请问校长，我们可以表示，让孩子们在充满欢乐的环境当中运动成长，是每一位父母亲的心愿。而精彩丰富的体适能亲子趣味活动，可以让孩子们在娱乐中发展健康的身心，培养孩子们朝向全方位的体适能以及智能的前进。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借由趣味活动，增进亲子间的感情互动。记者蒋文雄报道。